正常发挥频道会员召集令，四种频道会员壮大我们监督的力量，欢迎您召集亲朋好友加入，让正常发挥的声音不会被消失。哎，晚安，欢迎收看正常发挥。拿错根，哎，拿错根，为什么拿错根？就跟我今天要跟大家讲的这整个概念有关系啊。人，我们台语哈有句话叫做“狼哪衰，进不啊”。买谁菜龟？什么意思呢？好，就是如果你很倒霉，我们不要讲这个丝瓜菜瓜，大家可能不太理解哈。我们中国大陆的朋友，如果今天你很衰，衰到什么程度呢？你哈想要种西瓜，很开心，嘿，我要种西瓜，结果西瓜种下去，哟，长出来变木瓜，哎，大概是这个意思。好，有够衰，有够衰。好，待会再跟大家聊这个，先来跟大家打招呼，来。晚安，台北的朋友，台中的朋友，正常发挥是优质节目，谢谢文芝，哎，要多多支持。台南、新北、嘉义，好朋友，葡萄牙、新店、福建、中山的朋友，你好，好，听不懂是不是？没关系，待会我举别的例子你就懂了。大阪、凤山、新北市、江西的朋友，台中的朋友，广东的朋友，大马的朋友，台北的朋友，你好，还有啊，琉球的朋友是吧？刚没看清楚，哦，喝水塞牙缝，没错。很聪明，我等一下就是要举这个例子。好，北京的朋友，加拿大、嘉义的朋友，上海的朋友，大家晚上好。葡萄牙的朋友，东莞的朋友，石狮的朋友，温州的朋友，杭州的朋友，板桥的朋友，大家晚上好哦！非常感谢大家呢，在九点钟又来准时锁定正常发挥。好，来回到我们的主题哈、哦。简单说啦，就是一个人很倒霉的时候，你做什么都不顺，哎，你做什么都出事，做坏事。马上被抓包，想做好事也会变成坏事。好、哦，这个叫做好、哦、狼哪衰，进不啊买谁菜龟啦、哦。就是种西瓜，结果没想到长出来是木瓜，大概是这个意思、啊。那如果我们用比较更通俗的这个国语普通话来说呢，就是、哦、人如果倒霉的时候，你喝水都塞牙缝啊。水喝下去，啊啊，怎么了？怎么了？快给我牙线！为什么？哦，我被水塞住牙缝了，还用牙线在那刮啊啦啦啦啦啦，好，把那个水从你的牙缝里面好给挖出来，你看看有多衰。各位，真的是这样。好，这五十年风水轮流转，过去有个国家啊，那真的叫顺风顺水，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想搞谁呢？他就搞谁，想弄死谁，没有人能够在他的手底下存活下来。好，我们举过最经典的例子嘛，在上一个世代，哎，这个国家军事经济世界第一啊，所以他专门要搞老二啊、哦。我们亮哥说，这个叫做搞老二专门呐、啊，啊，搞老二专户啊、哦，当时的。军事第二名叫苏联，搞到你解体呀、啊！当时的经济第二名叫日本，搞到你失落的三十年，到现在站不起来，趴在地上变成我的小弟呀、啊！搞老二专户，过去顺风顺水，但是现在出现了一个强大的竞争对手。中国人讲风水轮流转，哎，你也嚣张了几十年啦。该换别人了吧？你也称霸了几十年啦，你也该休息一下了吧？是啊，转啊转啊转啊，这运气好像慢慢的就转到了别人身上。所以这个搞老二专户，哎，搞老二专家，他就从不可一世、呼风唤雨、叱咤风云，现在变成一个喝水。都会塞牙缝的没落霸权，真的。而当这个喝水都会塞牙缝的人或是国家，你跟他靠得越近，你可能也会倒霉啊。我们常常讲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哎，跟一个气很好的人，比如说我们将军啊，常常跟将军在一起谈谈国家大事，吃饭聊天，我保证你。跟将军一样，身体健康，神清气爽。但如果有些人衰到哈，油桃嘎冰，你知道吗？啊，就衰写在脸上，好衰在脸上。你常去跟他混在一起，他气不好啊，
你会被他带赛啊。这件事情就真的发生了。这个过去称霸世界的搞老二专户，现在风水轮流转，运气不好，然后跟他黏在一起的国家跟着倒霉啊。谁？非洲啊。哪个国家？摩洛哥啊。好不容易啊踢进四强啊，结果拜登看球啊回家了，就拜拜了。你不看搞不好人家有机会。我就说了，美国现在运不好啊，气不好啊，你没事去跟人家摩洛哥总统看什么四强赛，看到人家打包回家。这就是我说的，人如果衰，喝水都塞牙缝，狼哪衰，种西瓜你会长出木瓜来。今天我们就从这个概念好好的提醒一下非洲的朋友，交友要慎选啊。人家说啊，投资有风险，有赚有赔，交朋友也是啊。我顺便再提醒一下非洲的好朋友们，我们以前也是很多非洲邦交国啊，我也去过不少啊。这个布吉纳法索我也去过，还带了一个铜雕回来这么大，现在还放在家里，重死我了。以前是法国的这个殖民地我也去过，非洲很多好朋友，真的交朋友要慎选，尤其这个朋友过去可是非常极度的歧视你们啊，甚至把你们比喻成马桶啊，茅坑啊。收听今天正常发挥，我们来介绍来宾。首先第一位，邵明邵将军。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蔡正元委员。主持人好，大家好。还有大来宾洪勇哥。请大家帮忙按赞，有人要去当局长的，我还是在这边。局长没什么，小小局长只是预算不少。这预算一下来，刚好呢，亲朋好友大家都是艺文界人士。这个好，我们就是共同的贡献所长，为台北市政府呢好好的打造一个文化之城啊。是题外话啊，这不重要啊，我也懒得，就是前辈加油啊，加油。好，来我们看今天的封面电视墙啊。对，今天小满请假啊，听说出国爽了，就不用理他了，好不好？好，来各位，是不是讨好变带衰啊？我本来想写带赛，你知道吗？可是我怕我们海外有些朋友看不懂，带赛就是带衰啦，就是你倒霉，跟你在一起我也倒霉啊，真的好像是这样，你看看非洲摩洛哥，谁想得到他能够踢进这个世足的四强，结果拜登总统很开心，刚好美洲峰会来啊，我讲快一点，我讲短一点，咱们来看球吧，然后就输了，对，下一秒就被淘汰了。下一场希望拜登总统别看，因为咱们摩洛哥还要争季军啊，说不定拜登总统没看，人家季军就抱回家了。如果真是这样，那还真能证明美国拜登你有够带赛。好，这一趟跟非洲的领导人聚在一起，嗨呀，看看拜登总统好像一个很慷慨、很大方的好朋友。不由得让我想到呢，我们这个家境一般，小时候身边总有一些有钱的朋友啊，家里呢，父亲经商有成，母亲呢也是企业高管，就跟着他吃香喝辣，还都不用付钱，有这种朋友不错啊。可是各位，美国现在是这种朋友吗？尤其对非洲国家来说，你真觉得美国会愿意掏心掏肺的拿出钱来，会愿意真心以对的把你当兄弟好朋友吗？别的我不提，拜登的上一个总统叫做特朗普，这家伙有名的激进主义呀，有名的保守主义呀，这些非洲国家这些黑人朋友在他眼中一文不值啊。他甚至曾经嘲讽这些非洲国家是什么，是屎叉国家啊，这两个字不好听
我就不写出来了。好，那这个时差国家呢，各国有各国的解读啦。我今天看报道非常有趣啊，有人说啊是这个茅厕国家，好，有人说呢是这个鸟不生蛋的地方，有人说呢啊是不发达的国家，好，但是在英文里面，如果直接看原文的话，那是非常非常难听的字眼。原文是什么呢？大家应该知道哈，狗狗的便便，好，我们英文叫做 S H 什么 T 嘛，好 ，S H 什么 T， 它在 S H 什么 T 的后面加了一个后 ，H O L E， 就是便便的洞，啊，就是一个洞里面放很多便便，放很多粑粑在里面，好，便便的洞的国家，它是如此称呼非洲国家的，当时引发了轩然大波。我必须告诉各位，在美国这些白人至上主义者的眼中，非洲国家黑人朋友，你永远是被歧视的，他绝对不会真心跟你交朋友的。各位，你试想一下，过去这段时间，光是在美国发生的歧视，我们不要讲有色人种，我们单讲黑人朋友就好，有多少？因为一个弗洛伊德被压在地上，活生生的窒息死亡，引发了多大的反种族歧视的运动以及抗争，还有反响 ，Black Lives Matters， 对不对 ？NBA 球员、大腕明星，个个穿上 T 恤，声援黑人的人权。请问，到今天，非裔的美国人或是黑人朋友，在美国有人权吗？有吗？依旧被践踏，依旧被歧视。那么我想请问，这个根深蒂固在美国白人心中盎格鲁撒克逊血统里面的歧视基因，难道会因为拜登跑来不？拜登跑去跟非洲国家领袖开个会，丢点钱而彻底改观吗？当然不会啊！我相信非洲的朋友心知肚明啊，要跟美国打交道，难道你真心期待他从此不再歧视黑人，从此不再歧视非洲，从此大家平等的坐在一起，我有好处，你也跟着一起赚吗？别傻了，别傻了。要交好朋友，请你去找跟你一样曾经被欺负、曾经被歧视的人。对不起，我讲得很白，就是中国。黄种人现在在美国依旧遭到歧视啊，被歧视都要团结在一起才对啊。人家说你是时差国家，但中国大陆现在不但投资你50年没断过，还要送你大猫熊，这是友谊的象征，不是人人都有的，不是人人都有的。所以谁是好朋友，谁是只是嘴巴说一说，口惠实不至，我想非洲国家心里应该很清楚。待会儿我会翻出过去，包含布林肯、包含川普、特朗普前总统如何的歧视跟看清非洲的黑历史。好，我们继续往下看。除了在外交搞不定，现在的拜登总统问题很多啊。最近有人帮他打分数，哇，很惨，不要说60分，恐怕30分都没有。执政比零分还低呀、啊！哦，你们知道在美国不是打分数的，是有 A 加啦，有 A 啦，有 A 减啦，有民众帮打分打了一个 F 啊 ，A B C D E F， 哎 F， 好、哦，甚至还有人说哈，只能打到 F 吗？请问有 Z 吗？啊，26个英文字母的最后一个，这可让拜登总统气炸了。最近不小心还爆了粗口，有人说他太老。拜登总统说：“我他擦的知道我不老吗？我当然知道我很老，我老还要你提醒我吗？是，你知道你老，你也知道有问题。但是拜登总统，我还是要强调，老不是问题。好，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国有一老，大家都想跑。锁定今天正常发挥，来，我们看今天的第一张电视墙，来。”别拆我台，拜托！是我们拜登总统现在努力营造，我是非洲的超级英雄，
我来拯救非洲，中国骗你的，债务陷阱啊，骗你钱啊，想要介入你的内政啊，想要借由你壮大他全球的军事实力啊，不要跟中国来往，美国来了，哦，美国回来了，哦，非洲的未来 ，Made in America， 好不好？拜登最喜欢讲这个了，是不是？来，我回来了，可是有人拆我台，谁拆你台？我把川普过去的说法，特朗普还有布林肯在今年八月的时候跑到非洲的一番嚣张言论，通通都给找出来。没有人会告诉你，只有正常发挥看得到。我们先来看拜登总统，他有多么的想假装对非洲友善。好，我不晓得这个我们有没有上班啊？没有哈，有吗？没有。好，没关系，来。因为他跟这个非洲国家领袖在讲话的时候，到点了，到点了，四强赛要开始了，非洲的球队摩洛哥要踢球了，你赶快别再讲话了，所以拜登总统呢，哎，讲了一个好像很贴心的话，他说啊，我知道你们心中都在说哈，拜登啊，你这段话讲少一点啊，快一点，四强赛要开始了，我懂，那咱们就此这个别过。一起看球吧，好，然后他们就一起看球了，哦，很明白哈，这个是拜登总统，啊，其他呢应该都是非洲国家的领袖，在一个很大的屏幕前面观看这一场四强赛，啊，结果不看还好，一看不得了，哦，当然了，我也不知道如果拜登总统没看，摩洛哥是不是会赢，但我不管嘛，你就看了嘛，那我就说你看了带赛嘛，我就说你看了带衰嘛。我就说你运不好，害得人家摩洛哥搞不好能赢，现在赢不了，啊，有点怪力乱神是不是？哈，请大家见谅，我只是合理的推敲罢了。结果，哎，对上法国，高卢雄鸡还是有本事，卫冕军呐，啊，上一次抱回大力神杯，这一次又踢进了冠亚军赛，还是很实力坚强。那碰上法国哈，可能真的也不好踢。最后结果非常可惜，2-0。所以是不是拜登总统带赛呢？不过我说哈，这个非洲国家的朋友确实很有风度，而且知足感恩。你看这张照片，让我非常非常的感动。尽管输球了，但所有的球员呢就跪下来，而且用头碰地板，这在中国叫磕头，对谁？对他们的观众。因为据说啊，在这场比赛这个场馆可以容纳45000人，有3万多人。都是从摩洛哥包机过来看的，所以满场都是支持自己的国民呐，所以尽管输了，但非洲的朋友依旧展现出非常非常有风度的这种作为，不但是恭贺了这个卫冕军法国，同时也用下跪的方式来感谢满场支持他们的摩洛哥球迷，所以我说拜登总统跑到了非洲，不是跑到非洲，把非洲人叫过来，非洲领导人叫过来，说要给你多少钱，给你多少钱。这会不会是一个 sign 呢？啊，带赛啊！啊，来，我们请这个委员。真的是，拜登总统是一个奇葩。他大概本来以为摩洛哥会赢啊，利用这个美国跟这个非洲的这个高峰会议啊，要来表现一下。记不记得前几天他还在那边 USA USA 有没有，这次就有点的吃力了，然后后来美国就输了。你要讲什么带什么是吧？又是带赛了，又带赛了。不过这有趣的是说，其实摩洛哥是以前法国的殖民地，曾经是法国殖民地，现在的法国队的球员里面也有摩洛哥的球员啊，所以两边有点的，有点搞混了，所以让摩洛哥人跑来之后，一方面要帮摩洛哥的这个队哈，这个加油，可是当法国队里面摩洛哥球员多，他们要加油，所以是有点的手忙脚乱哦，但不管如何啊，这个比赛是母国对殖民地啊，这个法国赢了哈，那可是状况的表现风度是比政治人物好很多了，但是。重要的是说有几个观点，这一次的美国总统召集来的非洲的高峰会议，
比中国好像差了一点点哦。2021年中国召集了一个中国跟非洲合作论坛的高峰会议哦，来了53个国家，但这一次美国召集好像才来了48个国家。嗯，那非洲总共有几个国家？非洲总共就54个国家。就这54个国家啊，去中国的53个国家，那这一次只来了48个国家，似乎哎，美国在这个想要较量一下，好像稍微短了一点点，短了一截，短了一截，短了一截。他是讲说很多国家因为啊内部的这个政权不稳啦，或军事冲突问题啦，等等等等啊，所以无法来参加，不够钱来。2021年好像也一样，这个有点怪哈，有点怪。那本来54个国家可以全去，因为有一个国家跟台湾有建交啊，所以就不能去，不能去，大概这么个特殊。再来哈，我就很纳闷一点哦，就是布林肯哦，他说我们这一次高峰会啊，没有针对其他国家，我们不跟其他国家来竞争，哎，怪啦，他跑到欧盟、北约还有什么什么四方会谈哦 ，AUKUS 3-4-5哈，三方四方五眼，对呀、啊、对呀、啊、对，好像通通在跟中国竞争，为什么唯独跟非洲不跟中国竞争呢？嗯，我想一想，是不敢竞争哎，竞争不过哎，应该也不是竞争不过，应该是他哈很吝啬哈，舍不得花钱，因为中国花太多钱了。有花多少钱不晓得。现在拜登说答应说3年要援助，不是免费的，借钱550亿美金，要给非洲54个国家来做建设。我算是不太好啊，54个国家3年分550亿。那一除的话大概没剩下多少，而且平均一年大概也没多少，所以等于一个国家10亿吧，好不好？算算一个国家3年10亿，那一年才多少？3亿，这有点的寒酸哈。那我就觉得他们应该跟中国竞争哎哈。我那个这个中国在非洲做什么哈？他盖了一条非洲现在最重要的铁路，叫坦赞铁路，可以把赞比亚的铜矿运到坦桑尼亚港口啊来出口，很长那个一个铁路。他们盖了埃塞俄比亚，我们叫伊索比亚哈的复兴大坝，一个很大的水坝。在苏丹盖了一个麦罗维大坝，也是很大的一个水坝啊。然后这个在索马利哈盖了一个贝莱特哈公路啊，克麦隆盖了一个葛都水电站。毛里塔尼亚盖了一个友谊港啊，然后哇，这个简直是念不完的啊！啊，这个伊索比亚盖了一个葛特拉立体交通桥，哇，不只是如此哦，还帮刚果盖了一个叫做类似体育场，苏丹哦盖了一个友谊厅，加纳盖国家剧场，埃及盖开罗国际会议中心啊，肯尼亚盖国际体育中心，坦桑尼亚盖国家体育场。哎，这个还没念完哦。尼日盖一个叫做尔金德尔供水工程，安哥拉盖经济住宅，哦，坦桑尼亚盖查林兹供水系统哦，毛里塔尼亚首都盖这个自来水供水工程，哦，念得我上气不接下气哈。而且还不只是如此哦，他帮非洲哈，从2009年到现在培养了这个1万名教师哈，那就医疗的方面哈，哇，在盖了一个叫中非友谊医院，几乎是非洲最大的医院。几内亚盖了一个绍卡松国医院，津巴布韦盖了一个奇诺伊医院，萨德盖了一个自由医院，嚯，还盖了30个疟疾防治中心哦，然后提供了2亿元以上的青高素，就得到诺贝尔奖的那个叫什么？那位女士啊，哈，中国得到医学奖的那一位哈，那不只是如此哦，那个其他的经济援助啦、减免债务啦、哈重大灾害的援助啦，哈，哇，竹繁不及备载，念都念不完。那美国盖什么呢？没有哎，他有，他说最近哈，美国要请那 Visa 就是信用卡公司，要到非洲去投资10亿。非洲人现在需要哈一个最基本的生活水平啊。他难道需要去用信用卡吧？这是我有点纳闷。不是说非洲人不能用信用卡，你怎么这个时候想到说叫 Visa 到非洲去弄个10亿，建立什么信用卡刷卡系统？
这个给谁说啊？这个非洲是什么？是全世界土地第二大的州，仅次于亚洲。嗯，非洲是人口第二大的州，仅次于亚洲。你美国人怎么那么先哦？想到说要花$10亿啊，就是五百五十亿三百这个多亿里面要$10亿哦。叫 Visa 去建制刷卡系统，我说美国人真天才，我是当场就晕倒了。我们两个在美国念书，也不至于想出这种花样吧？当然，非洲有很多这个很先进的地方啦，也有钱国家是好，但是大部分我觉得哈，我用我插个话，对不起哈，这就是我之前说的哈。你看习近平这一次哈到中东去，对不对？他除了跟沙特做朋友，我真没有在夸中国，但确实是如此。他跟有钱国家交往，跟卡达27年天然气，跟沙特，然后今天要卖石油。可是他没有忘记搞了一个什么八大合作项目，就是帮那些在非洲北非的阿拉伯国家去帮他们做事。可是你看美国，Visa 10亿，请问你是要帮助有钱人还是帮助穷人？你就对你跟有钱人交往，你让他刷卡可以啊。非洲大部分很多部落国家啊，什么刷卡，什么信用卡都没有啊。你叫 Visa 去非洲，你能帮到多少人？各位，这就是最大的差别。中国跟有钱的国家交往，但是他不会忘记同区域里面穷的、发展中的、需要帮助的，而美国的眼光永远只放在那些有钱的少数成员身上，那些没钱的，我管你去死，这是最大的差别。所以我是觉得哈，美国啊要跟中国竞争哈，我建立哈伟大的总统拜登啊，显示你对欧洲的关系哦，不要这样胡思乱想哦，最好你也出个500亿啊、1000亿啊美金，然后呢援助这个非洲。那要非洲现在需要最什么？饮水、医疗、交通，就是这个三大是非洲最目前最缺的东西。然后你给钱就好了，中国帮你盖，这样不是很好吗？对不对？所以你也可以跟中国竞争啊。也有说你这桥是我出钱的啊，哦，铁路我出钱的啊，医院我出钱啊，学校我出钱啊，这有什么不好呢？但以前他们只批判中国说，你看你到非洲去搞了一堆债务陷阱。对，我老天也奇怪，人家这些穷国家没有钱啊，借钱来做这个不行。那如果不借钱，那美国你送嘛？你送嘛？对，你送嘛？对不对？你又不肯送，他现在说3年要援助多少钱哦？那个也是借的啊。对啊，也不是送的嘛，那你就不是债务陷阱，你就公开透明。对啊。所以哦，我是觉得美国人话的正反两面都是他说得了的啦。可是我觉得从国际主义、人道主义来讲，我觉得中国援助非洲是应该的，美国援助非洲也是应该的，是大家都应该，对，大家都应该的。那既然是大家都应该的，就没有你排斥我，我排斥你嘛。那中国盖铁路，那你也去盖铁路啊，中国盖公路，你也盖公路啊，中国盖医院，你也盖医院嘛。而且美国医疗的设备还不差嘛。对，那为什么不做呢？那好，非洲没有医生的话，你可不可以帮忙像中国一样训练老师、训练医生一样帮他训练呢？那你什么都不愿意做，那现在开始跟非洲啦，怕这个，非洲只跟中国人好啊，不跟美国人好啊，那你就开始说，哎呀，我们现在要重返非洲啦，我们重新跟非洲交往啦，那我们不跟别的国竞争啊。你看哦，他跟所有的国家里面哦，开什么高峰会议啊？一定会刁中国一下，像上次跟东南亚国家有没有？一定会刁中国一下，拼命刁。对，在非洲这次高峰会啊，中国连提都不提。为什么？你一提中国啊，那底下说很好啊，你这比照中国啊，你要比中国好啊，你要比照中国，他又很吝啬，不敢跟中国竞争。布林肯实在是讲那句话是听不下去，我们没有要跟任何国家竞争，你这个时候是竞争的时候啊。你不是世界老大吗？老大老大的样子吗？对不对？你不要光欺负老二啊，对不对？你也要也帮忙这我们这些老妖啊，对不对？啊，那为什么不做呢？啊，难道你只会卖武器，不会卖医院吗？这个不符合人道精神嘛。所以哦，他开这一次的非洲高峰会议啊，有点的开的出洋相。这个不止人数啊，不如中国，然后对非洲的诚意也不够。然后这些人平均回去50少，就算48个国家好不好？
你除以那个三年550亿，现在也没多少哎、欸。三年550亿，一年的话大概是就100多亿嘛，差不多100、160、170亿嘛。对嘛、啊？我们就算你180亿好了啦。啊，180亿。一年180亿啊，一年180亿，54个国家分啦。对啊、然后这些钱你拿到以后，可能80%还要帮美国做事啊。对啊，剩下一点点是给你的啊。对啊，拿这些钱到底要干嘛啊？去买木材来生火是吧？装置 Visa 刷卡机。装置。我跟你讲，我已经讲到重点。我今天就看到了这个拜登哈说，哎呀，我们要投资非洲，有几家企业响应了，什么思科啦，啊 Visa 啦，我就在想说，嗯，那 Visa 要去非洲干嘛？思科是通讯系统，刚好接以后可以刷 V 卡卡啊。对，我就在想这件事。各位，我真的认真在想这件事情。好，你去看中国对非洲的援助，好，甚至不要看台湾。对对对。好，看台湾过去我们对非洲的这个帮忙，我去过很多啊，很多国家。农耕啦，医疗啦。农耕、医疗、教学啊。教学，我这个比如说造桥铺路。对。啊，盖总统府。啊，修立法院。嗯，对。啊，那什么什么大桥啊，台湾出钱盖的。人家要的是这种东西啊，你叫 Visa 去那里要干嘛啦？到底要干嘛啦？我就不懂哎、欸。方便美国人去那边刷卡啊？也许哦。所以各位，这些拜登口中哎呀已经响应的，我告诉你，去到那边去，绝对是为了美国利益，绝对跟非洲利益一点关系都没有。我真的是不懂，我真的叹为观止哎、欸，我真的是叹为观止哎、欸。就是你怎么会提供了一个对非洲这种改善非洲朋友生活或非洲国家处境丝毫没有帮助的计划，还找了完全不相干的厂商去那里？难道你是想去赚非洲的钱吗？好，接下来我要跟大家讲，如果你现在跟我一样，好，导播我们拍一下好了，好，但是这个字要小心一点，没关系，我把它稍微遮一下。好，你现在不用搜寻，我搜寻给你看。好，我搜寻给你看，你到这个奇摩首页哈，去打上 Trump， 哦，就是川普，后面打这个 SHIT， 好 SHITHOLE， 好，就是两个单字，然后按搜寻，按搜寻之后呢，按影片，你就会得到了这么多的相关影片。好，这个影片的标题是什么？川普总统说海地跟非洲国家都是屎叉国家，看到没有？粪坑，哦，就是粪坑国家，好，粪坑可以，都是粪坑国家，好，下一个太文雅了，对，好，下一个看看，好，来，川普提问，为什么美国要接受这一些从粪坑国家来的移民呢？信达呀，好，为什么美国要接受这些从粪坑国家来的移民呢？这是川普，各位，这才是我认为啦，这才是。美国人心中看这些非洲国家真实的想法，你们就是粪坑国家，又穷又脏，没有基础建设，只会跟我要钱啊！气候变迁你没有贡献，还在那边整天说我们要赔你钱赔你钱啊！我们发展太快，害得你们的这个环境受到影响啊！你帮不了我，我赚不到你的钱，我还要给你钱，你根本就是粪坑国家啊！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各位。欢迎去搜寻，我都没在胡乱。水神的成分是什么呢？再跟大家介绍，微酸性电解次氯酸水，所以呢，它比较温和。怎样？有的人对酒精比较过敏的人，他可能没有办法说一直喷酒精。好，但是呢，用水神来消毒双手的话，很安全。好，那怎么买呢？欢迎大家上我们的快点购网站，好，就可以买到。